好，我是艾佳。这个时间大家肚子饿了吗？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的是，只要放在桌上就不会有剩下的，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喜事工坊的千层手工蛋卷。因为呢，它的口味只有简单的两种口味，就是原味跟芝麻，所以今天准备了比较多盒，先来开箱给大家看一下。它其实一盒呢就是这样一个手提，蛮简单的设计，昂碎欧大班。我们今天都穿黑色的，它可以选原味或芝麻，然后我都是选综合的，因为综合的里面呢就会有一盒原味一盒芝麻。它长这样，它的包装蛮简单的。这一个礼盒呢，售价是290元，就是一个像爱心的形状，看起来蛮厚实的哎。它其实是就是两个拼在一起，看起来蛮厚的。我先来试试看原味的。打开其实你闻就会闻到淡淡的奶香，然后它整个吃下去不会很甜，但是它非常非常的酥脆。它说是用160度精准的火候去控制的，所以每个都很酥脆。我觉得原味蛮简单好吃的，然后也不会很甜。芝麻其实它明显上面可以看得到一颗一颗的芝麻点缀。我觉得芝麻跟原味的差别是呢，芝麻还会多一个口感，就是你会咬到那个芝麻粒，它很脆，那啵啵啵的声音，然后还会有个芝麻的香气。好吃吗？它一盒里面呢，总共会有12个。然后我们现在桌上呢摆满了6盒，所以总共有72个。那我们现在呢来挑战看可以吃多少个。你要不要吃？来，你吃一口。哦，好吃吗？它真的非常的酥脆，而且它不添加防腐剂跟人工香料还有色素，所以其实小朋友都可以吃。一直吵着要吃，你还要？其实我觉得它虽然很酥脆，但是它蛮扎实的，其实是蛮厚的一层。整个进去你会觉得，哦，整个嘴巴都是那种蛋香。你很喜欢？我觉得它很适合放在办公室，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分享。而且我觉得做成爱心真的很可爱。好，我们一起吃好不好？一起吃。
妈妈帮你剥小块。他也很认真吃起来了。很认真的，超认真的，所以我觉得芝麻真的还蛮不错的，它的芝麻都还蛮大颗的，然后它做那股芝麻的香气还有那个口感，为什么要搁在我身上？我现在看到它，给我玩的全部都是蛋卷，我有点快崩溃了。他刚才吃到我已经有点受不了，我请他先退下。他现在已经开始在玩纸盒，玩得很开心。你再看看，你现在店有多满，超满的，我满格。什么？我一直很想来一段 ASMR， 因为我真的没办法来 ASMR 了。我觉得今天他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，但是就是推荐给大家。其实我觉得吃到现在，我大概吃了快三盒，我觉得蛋卷蛮扎实的，而且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一滴水，所以它那个蛋奶香其实是很浓郁的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呢，不妨也可以来吃吃看。然后我看过它的成分其实蛮简单的，它就是低筋的面粉啊，然后安佳无盐奶油、新鲜的鸡蛋、砂糖跟盐，就这样而已。也蛮放心可以让家里的小朋友吃的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，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呢，记得帮我按赞按订阅，好开铃铛，然后记得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拜拜。